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《生存战争：野人岛》第113期。上一次我们驯服这个女野人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不知道这个女野人原来是不吃腐烂的面包的。好的，这一次呢，我们去找一找男野人，如果找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他给驯服了。哎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嘿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竟然把这个男野人给打死了，我下手也太重了吧。这边还有吗？哎呀呀，这一个坑是什么坑啊？没想到一个男野人三个女野人。来，先把这个男野人给他制服了，然后用这个腐烂的面包。哎呀，这家伙还很倔强，驯服不了。嗯，再打他几下，打，还是驯服不了。我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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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归顺于我。好的，我觉得这个男野人应该可以驯服了，他这几个皇后也脾气太坏了吧。你的伙伴星期五健康值9%，再吃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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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健康值30%，也就是说我有小伙伴了。走，回家去拿我们的这个鼓哨吹一声。哎呀，小伙伴来呀，来，我们把这个给他凿开，让他上来。 Come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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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跟着我，小伙伴跟着我呀。哇，太棒了，给他封上。 OK，大兄弟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走，我们找一个动物打一打，看看这个男野人能不能帮助我打架呀。打什么呢？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动物了。这里有一只猎狗，要不打它吧。过来，打他，打呀，对，打。哎，打死你，我刚驯服的野人就被这个猎狗给咬死了，这我也太惨了吧。啊，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驯服的男野人与我相处还没有2分钟呢，这怎么就与世隔绝了呢？我，哎，说多了都是泪呀。算了算了，还是回去睡觉吧。我太惨了，我不应该让他给我战斗的，我应该再给他吃一点面包，让他的健康值更多一点，估计也就不会死了。哎，真是太失败了，我不是一个好的主人。先睡一觉，睡一觉之后可能明天就忘了。